农田水利费伫今年甚么冲击？正式系改制作农田水利署。本单嘅目标系改经过改制来控制对非管区农民嘅照顾。按内管控水资源就会涵盖有效的。不过农水署面对头一个难题，就系改制过后，存亡一阵烟就会来处理土种苗提起19000公顷嘅田耕种业。地方同农民团体都批评农水署无推农民来上，颠倒害农民牺牲。对于农水署系澄清改制过后嘅农田水利嘅效率，确实系提高一度。停灌是人祸，停灌是人祸，农民拒绝被牺牲，农民拒绝被牺牲。农民团体去行政头前抗议，批评所有都无水，农民总系头扎本意牺牲体咧。带头抗议的是加上同农民争取权益的台湾农村陈先前理事长冯翔。重新转起来，这个很漂亮。嗯。这个好吃，这个较无糖加，对苗栗后龙来凤翔，本身做农民，伊种麦、种菜、种番薯，对停止阴天的时间，凤翔认为有资源农政单位应该先准备好些，唔要青菜、阴菜很甜，牺牲太农民。其实我是觉得水利署那个龙尾这次停灌真的太突然，我们都是要降天要看天吃饭没有错，可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你们可以做到的事，你们应该是未雨绸缪，先好好的计算这些，不要说明年到明年又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又大家又不知道要遵从谁。其实这样的一个，就算把水库的水全部都给农业，事实上还差1000万吨的水，那事实上这样子是，也是非常的勉强。那而且更何况就是说，大概站在国家的角度。我们一定要保留一定量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用水，那其实并不是这个牺牲农业成就工业。我们其实是非常不得已的决定啦。那工业用水那我们也都从2个月前就开始非常努力，请这个工业区都要节水。那目前成效都有节到5%。看到河坝上草大浓，顺风天桥山无水和阴天，也排水准格，处到偏阴唔样。农民对改制过向农田水利管理处经过验，新业措施上现在讲，不管气内气外，绝对保证有水有用啊。结果办了业过程，该会茫人系啦，你是无水的啊，该业样讲啊。官派当然唔好啊，伊冇照顾农民啊，跟伊个天水人淹死老人，天天也冇搞冇理，也冇公布，系冇啦。明明种的时候拜太太，来拜到几下，讲都说冇经费，也根本合理冇，唔合理啊，也冇搞到水利署。这可能会是有一些误会哈。首先就是过去有的这个措施哈，不管是这个轮流灌溉或者是一些精准配水等等的措施以前有，现在都有，我们可以加快行政速度。所以也在这一次我们遇到这个56年来最大的这个旱灾，那我们给农民的这样的一个停灌补偿的这个效率啊，过去可能要拖5个月，那现在实际上大概在1个月内都已经完成了。有基层农田水利工作站人员时代下岗，无听说也还没熟悉业务，韩国公机关运作而合乎政府采购法，无办法冲头摆农田水利费用的水咸水多，故说农民怎会知道效率变唔好诶？实际上，农水署要经同地方政府合作，比如讲桃园管理处将鼻塘水保留到过头年本种活用，桃园市政府要动起去准备等水井、地下水也得各种水源。公部门各单位相互配合，要期望民众做得配合上水，挨个艰难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